Good morning, everyone. This is Miss Lin. How are you today? 又是一个新的礼拜的开始。那大家这个礼拜都过得好吗 ？OK， 那我们这个礼拜呢，要来看一些有趣的 website， 有趣的网站。那在开始老师介绍这些老师要请同学去试试看的网站之前呢，有件事情要提醒同学，就是上个礼拜呢，我们有一个 Follow Me 的英语复习 Google List 表单测验。如果你还没有挑战完的话，请你加紧脚步上网挑战哦。如果你有挑战，不管挑战次数，老师没有限制，我们都会以最高分来做记录。那你呢？有些同学挑战了两次、三次，有的同学一次完成。如果你觉得这个成绩不够理想，老师还是建议你还可以再继续做一次。好了，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个礼拜老师要请同学来试试看的网站。那待会老师都会实际操作，让你们可以跟着老师来试试看哦。好，首先呢，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第一个叫做 Duolingo。Duolingo 中文呢翻成多邻国，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免费学习语言的网站与 APP， 因为呢 ，Miss Lin 自己也有在用这个 App， 那我把它下载在我的手机或者是我的平板上。那每天呢，你可以设定你要使用的时间，例如说你每天都要十分钟的练习这个语言，它时间到了就会提醒你说你今天上网挑战了吗？那这个 App 呢，是有你可以学习非常多语言，例如英语啊、日文、西班牙语、法语。那目前 Miss Lin 是拿它来学习西班牙语跟法语，用英语来学，所以呢又可以复习英语，又可以学习其他的语言。但是呢，老师有六年级的同学用这一个 App 呢来学日文，然后他跟我说他觉得很有趣。那这个它的内容就是有一点像是闯关游戏。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这个多邻国 Duolingo， OK。好，首先同学，如果你是从网络上去的话，你如果是从电脑上去的话，你可以就是直接点老师给你的连接，就到 Duolingo 的网站。那如果你是有手机或者平板，你想把它下载下来，你就去你的那个就是你的 Play Store， 就是你的下载 App 的地方，你可以下载这个 Duolingo 的 App。这个 APP， 那它呢就是可以又可以像玩游戏又可以学语言。好，那如果你到了这个网站之后呢，首先你可以看到它这个网站语言，就是你希望它用什么语言跟你说，那这个地方呢就是什么题目的呈现是用什么语言。那 Miss Lin 的平板我是选择 English， 那选 English 就是每一题它都用英文解释。但如果我们英文还没有很，就是还需要学习很多的地方的话，我们就选择 Chinese 中文。OK， 那网站的语言是中文，虽然它是简体字，不过我想同学应该是看得懂。那他说，然后你到这边之后就开始跟已有账户。那我们就已有账户可能就是，如果你想要进阶的话，你可能就花钱买了这个课程啊，或者里面的一些特殊功能。那我们现在没有，我们就从开始。好，我按了开始之后呢 ，What do you want to learn？ 你们想要学习什么呢？当然，我们今天就是学习英语喽。好，那我就按了英语，我想学的是 English。那这个地方他说你是怎么知道这个 Duolingo 的呢？那你都可以选你怎么知道了哦，例如亲朋好友推荐。 OK， 那就继续。那第二个呢， Why do you want to learn this language？ 你为什么想要学习这个 English 呢？你想为什么要学英语啊？那你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想法。哎，我想要了解世界文化。 OK， 那我们就继续。 OK， 那他说你每天想要选择的目标，也就是说每天他会提醒你要练习的时间，他有休闲模式，有各式各样的模式。好，那我们就来个正常模式，每天十分钟好了。好，积沙成塔就是每天十分钟，你也会有进步哦。 OK， 那我就继续。 OK， 那他就会提醒问你要不要每天提醒你啊。然后呢，我允许他提醒我好了。然后你用什么呢？怎么样帮你维持，就是他要从哪个地方提醒你呢？你可以用 Google， 就是你的学校的那个账户，或者是你有其他方法。
那如果我说下次再说好了，然后呢我们的语言就是大家都想，如果你不是英语初学者，他就会先测试一下你现在的英语水平，就是你现在的程度在哪。那我假设大家都没有学过英文，好，那我们就从头开始。 OK， 他说 Which one is English？ 哪一个是英语？哦，你可以听一下 Student Student English English Chinese Chinese。你可以选择啊，这个完全不知道怎么办，你可以猜一下。好，我觉得啊 English 英文 English。 好，我们就检查，诶，答对了啊，继续。 Which one is Chinese？ 哪一个是中文？那我听一下哦。 Chinese Chinese Father English English。 好，当然 Chinese Chinese。 OK， 继续哦。 English Chinese English Chinese。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English， 你指向他 Chinese， 他就可以告诉你他有什么意思哦。 Chinese， 好，说 English Chinese。 You like English You like English。 You 是什么？ You、oh, You 你你们您 Like Like 哦、oh, 原来是这样意思，喜爱 English。 OK， so You like English You like English。对了，继续。I like you. I， 我们都学过 I， you， 你， I， 我， I like you。 我 like 刚刚出现是喜欢，所以 I like you。 好，答对了。好，继续。好，继续、哦、I like Chinese. I like Chinese. I like Chinese. 如果你觉得他讲太快，还有一个乌龟。I like Chinese. I like Chinese.答对了。 Chinese English Chinese English。 I like English I like English。 继续，然后他就是说哦，今天礼拜一哦，一天连胜，天天练习。 OK， 好，然后他就会问你要不要给你礼物啊，你就跟他说等一下再说吧，稍后再说。好，那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 OK， 你现在刚开始进入的时候，他我第一关第二关第三关以此类推，好，然后呢才会进到不同的单元。那我们呢，你如果你有自己的档案的话，他可能就会一直帮你记录。那我现在就是用这个来学英语，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哦，你按它你还可以增加新的课程，例如我一直很想学 OK 日语好了。好，那我就可以就是哎，等一下刚刚那个地方我就也可以进去开始课程，它就会有日语的，然后日语的话它就是从头开始，有平假名、跳级测试。跳级测试就是说你以前也学过了，那如果没有的话就从头开始，它就会有 OK，就是另外一个课程。一，一，你觉得一是哪一个呢？你就按它。好，以此类推。好，那我们就是，好，我们要再回到英文来。OK， 英语。OK， 那这就是第一个今天我们要介绍的 Duolingo。好，希望同学都可以上去试试看。然后呢？老师是觉得手机的 app 是蛮好用的，或者是你要下载在你的平板或者是手机，是可以每天就是练习。好，那同学试试看，然后跟老师分享你用的结果是如何哦。 OK， 拜拜。